原标题，互动话题，你是家里蹲还是外里浪？说说为什么，如何拯救家里蹲？北海道政府决定让人去种地，现在时常用来形容不喜出门的宅男宅女，这个词从日本来的。不过原词与宅族并不是不喜欢出门的人，而只热衷于亚文化并对该文化有极度深入的了解的人。在日本，真正喜欢家里蹲与社会隔绝不愿出门的人有另一个名词叫你读作尼特就好。你这个词是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不参加就业辅导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al training 的缩写，因为不出门参与社会活动，大部分 need 还伴有啃老的问题。在日本其实还有另一个形容家里蹲的词叫折居族 Hypkick or moral, 指人处于狭小空间，不出社会，不上学，不上班，自我封闭的生活。在讨论家里蹲问题时，有时会一起说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 need 足有170万人。据经合组织推算，日本30岁以下人口中有32万人属于家里蹲，占日本该年龄段总人口的 10%。 老实说，日本这个年龄段的 need 比例其实在 OECD 中并不是最高的，土耳其 30%， 意大利 27%， 希腊 25%， 西班牙 23%， 都排在日本前面。但在老龄化社会严重的日本，这个问题真的有点棘手。他们不给社会做贡献，同时还造成了家里的负担，所以一直以来政府都在想办法让 NEET 可以走出家门，之前也有一些措施了，比如开设湘潭所，让一些 NEET 去接受辅导，然而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北海道厚生劳动省最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突破的鼓励家里蹲出门的项目，简单来说，这个项目就是鼓励 NEET 去种地。其实呢，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日本农林渔业大量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个人猜测逻辑可能是大量青年家里蹲导致劳动力不足，而填补劳动力需要年轻人，那直接让家里蹲的年轻人来劳动呗，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也解决了家里蹲。我自己猜的，不要当真。那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天真的项目真的有回应吗？别说，据统计今年三月的申请人对应开放岗位数的比例是 1.21， 虽然和其他工作几个人抢一个岗位的情况差很远，但说明真的有人在报名申请了这个项目后 ，NEET 们会被带往日本全佐野西地区，接受大阪 NGO 组织青年工作支持组织 OYS 的培训，然后就能去上岗劳作了。现在已经有一批走出家门的 NEET 去日本的青森县体验了一阵子的摘苹果劳作。青森县是日本著名的苹果产地。目前看来，北海道厚生劳动省明年还打算继续和 YWS 将这个计划继续执行下去，然后最终要请更多的年轻人到北海道的石胜参与农作物种植、奶牛养殖和畜牧业生产的劳作中去。石胜的乳制品品质在日本也是数一数二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或许真的是在开创一种双赢的局面。因为许多 NEET 之所以不愿走出家门，是因为害怕求职失败，最后索性就不去求职了。湘潭所只能给予一些心理疏导和求职帮助，但对于那些并非逃避劳动，只是逃避求职失败的人来说，都不如确实提供一份工作，更能让他们走出社会。日本就业顾问公司 Leverages 旗下的子品牌 Hyperactive 今年做过一项调查，问曾经 NEET 过现在已经走出社会的人是否想再回去当 NEET， 83.8% 表示不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